咱放较轻松吼。感觉最近这两三天，感觉一疲劳的人举手看卖，无呢吼，敢若一个少年的来低头族吼。也电风直接吼，因为我这脚麻手麻，我吹落吼愈麻愈艰苦，好家在吹，我也吹袂麻。无在无法度啦，这嘛有故事啊！我的名叫什么？有人讲沙先生啦、啊。这早期阮爸母生了，就甲我讲你是沙卡的，但是到流氓政府都换名，你敢知？是讲陈清莹，清清无莹安尼啦，吼愈行愈无莹。但我也感觉讲这是不对的。到尾啊，1993年的时候，我的话甲讲奇怪，阮爸爸姓陈，因大姊姓马，是安怎做成？我讲同款的，爸爸妈妈是安怎两个姓？阮爸爸讲无啦，早期的村干事无吼，来到遐讲哦，你们这边姓陈，安尼，你们这边姓马，安尼呢？得做成我咧买甲陈呐。迄个马变成马蛋，你看在？啊，佫拄着我的名叫青莹，青青无莹啊，歹势，高山族安尼听有无？啊，后面的你有没有听懂？没有听懂牙角？啊，我放轻松一点哈，我给我用参嘞的哈，因为有时候我嘛袂练凳啊，啊，小可安尼讲起来会夹夹嘛安尼哈，所以咱拢学习台湾民政府来到这里。让我们跟有一个必须清楚的看见，咱来听，我也感觉讲，为这角度安尼看，为安那看，我感觉恁这旁的人，不是敢那有地性呀？你敢知？恁有啥物？恁有智慧，有智慧的举手，真还是假的？吼、哦，这道老人也是够注意的吼。这样有智慧，为什么？就是台湾人到今嘛，都戆戆啊，讲敢有影？敢是诈骗集团，对不对？吼、哦，有影是大家拢伫个思考，所以今仔日我来到这，我唔知要用什么心情，唔知用什么内容，甲所有的人来啊互相研究。但这边只有一个讲，本土台湾人。这拢是本土台湾人吗？家你认为是本土台湾人的举手，我看卖。真的哦，变的啦，真的哦。你敢是本土台湾人，帅哥？足有出的，你话该是毋是？应该吼、哦，你话应该呢？有一天搞，迄个有人甲我讲，恁爸爸叫尤阿摩多，可能呢？哦，可能。因为咱拢讲嘛，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唔知嘛，不清不楚，这就是教育。咱爱认知，咱爱了解，咱是本土台湾人。咱慢慢这三天来，你都爱用心去看。是安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有身份证也举手？流氓政府的身份证也举手？拢有嘛？对不对？啊，有请咱的 ID 的举手。啊，你也无请对不对？你也未请哦，无怪啦。因为我来讲，你唔是本土台湾人，你讲你是本土台湾人，我相信，因为你无 ID 啊。你有身份证无？有，你有什么身份证好看？顶管写什么？中华民国，敢有写台湾？嗯，中华民国简称叫啥？中国，对不对？所以咱上课，咱要去用心去了解。咱了解了，咱就知影讲啊，原来我浙江不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做一个本土台湾人，一定爱知影咱的目标，咱要做啥，咱来这要创什么？我们来这里到底干什么？我们必须很清楚了解。我来这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结束流亡中国政权。有人讲你好大，你来到这，半暝那旁的人来，你就剁头，你就无去啊咧，对不对？
有的人说啊不通啦，尤其老阿嬷说危险啦，王孙的哦不通去啦，无回来都找无你啊啦，搁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啦。结果啦三四冬，我徛伫遮，我头也搁有呢，这毋是假的呢，必须对遐个会喘气，对不对？是安怎？为什么迄个人、迄旁的人、咱所讲的人，无来干安尼？以前咱敢有法度安尼做？有法度无？无可能的代志嘛。即卖为什么咱有法度来做？因为咱顶管有啥物？USNG 美国军政府，咱的头是伫遮，毋是咱家己创造的，对不对？台湾民政府毋是咱家己好的呢，咱家己好，咱的迄面都无安尼，头无安尼，行路甲四只脚尔呢，对不对？头甲又无头，危险呢。所以阿嬷无怪以前恐怖，对不对？啊，唔通个公孙唔通行你一边啊，到时你回来的时间啊。伊就惊惊，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咱爱知影，咱即摆变成讲，一定要结束这流亡政府的政权。然后流亡政府，伊本人无可能就地合法，对不对？因为流亡到底台北，所以中国有滴讲啊，你不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国旗干无多通提出哩，提出因的国旗提出哩了，马上。啊，做动的什么人？中国嘛，对不对？是安怎？伊知影嘛？哎，歹势，咱两个前礼拜呢，你倒出去呢，倒到咱讲的台北嘛，所以你的名叫中华什么？台北嘛，是不是安尼？这个明确、很明确的一个数据跟一个名称，你是流亡在台北，但就国际法来讲，你流亡到台北。会当就地合法未？未当嘛，是不是安尼？所以流氓政府到今嘛，咱讲吼，像讲阮顶回我去迄种，阮部落看到美国旗啊，诶，少年人就来，吼，迄足，伊是有影效忠这中华民国咧。看到阮弟弟吼，规个家属拢是挂美国国旗，伊马上讲吼。怎么搞的你们？伊讲怎么搞的你们？中华民国给你教育，那讲伊就啥？小看有一个啊，咱高山族的 Q 吗？你们不行呢！哦，中华民国给你教育，给你养那么大，你怎么挂美国国旗？安尼啦，我就讲哈，我说帅哥，你看恁妈妈中风，也坐轮椅，伊一个月念偌济？你看隔壁阿伯，老吴啊，一个月领偌济？两位加起来公平吗？伊讲，他是阿兵哥退的、啊。阿丽，你妈妈呢？没有啊，那是足甘愿的呢，对不对？那他一个月老的年金偌济？3000。以前有无？以前有无？无嘛。是阿扁总统了较有诶，对不对？为什么老外有因咱无？这应该的吗？这公平吗？啥物人讲公平？你举手，无公平嘛？这明明是侮辱嘛，对不对？哦，你会动，我就会动哦。啥物人讲的？是不是安尼？咱来了解，这政府这有影是不打不起的。我也感觉公关差，结果啥种嘛是同款的。中华民国去，好水噶，啊对不对？还过来，阮的部落内底，佫有啥物牌啊？三民主义万岁，啊你听不听？部落内底拢有嘛吼？中华民国皇宫康乐拢有写嘛？早期的是毋是安尼？咱去部落远远看都有一切，吼、哦、皇宫大陆，结构呢？因家己家下两个，你侬我侬，是毋是安尼？其实早期就讲啊。因足早的讲啊，哦，我是上爱讲迄种，因为早期就啥讲蒋介石啊，伊讲话也袂认真，对不对？比人家韩版呐，啊，万岁安尼，万岁讲万岁安尼啦，啊，到尾伊是安那讲三民主义，统一信念嘛，
海内海外哈，讲三民主义哈，海内海外统一信念，伊安那讲你敢知？要听无？要听余国华还是要听迄、那个迄、那个啊？蒋介石啊，三民主义伊安那讲，下面人的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啊对啊。伊较早就讲，我是统一新演员，都无帮啊。结果恁这种的台湾人拢讲，军阀民国输伊，对不对？这是笑话，但是咱要了解，其实伊有早就讲啊。哦，蒋经国挨了文集来对四四六页，伊有滴讲啊，伊有滴讲安怎呢？伊甲迄个因老爸讲诶，美国。恐怕说，美国说，恐怕我们没有办法啊，完全的防堵这一头一路上啊台湾的安全，所以他们可能要将这个托管权拿走。在蒋介石啊，不，有蒋经国四文集里对446页，你也当去看啊，蒋介石嘛，赶快呐，对阳明山那边遐嘛，赶快呐。我们中华民国在南京怎么样？已经是怎么样？醒年年了呀！你们还不痛心吗？哦，文武百官一直直接讲啊，的流亡沦亡啊，你们还不痛心吗？对不对？这是跟你讲的呢，不是咱讲的呢，是不是呢？所以爱咱来了解，咱这种情，咱来到家一定要用心。来到这不是来佚佗，这受苦呢，坐伫遮。恁是偌好，你敢知？你看第一季的，我是想讲，你看第一季的，无刀啊，无衣啊，暗时啊，冬天也是风簌簌叫，这是用风口，你敢知？簌簌叫，暗时也无棉被，三四个人挤做伙食，安尼，哎，我甘心呢。头前无去旁的人，咱可能无法度到即马。比如就讲三个人，我嘛徛伫遐上课，其实三个人伊嘛同款伫遐徛伫遐上课。为迄摆开始到即马，拢无休困。你看即马是毋是愈来愈侪？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爱为这头前第一期的人到二十期以来的人鼓励一下，好唔好？就是因头前的人遐努力用心，恁是买房车呢，好享受呢，也阁有冷气，你看，好袂流汗。阮徛伫遮流汗，遮拢干，恁遮享受也电风，对不对？睏也阁棉被，啊也阁鸡腿，哦，有食着鸡腿个少？哦，无怪你安尼阁肥个。不要用起来当减肥啦，哈、哦！另外，这改革你爱思考，咱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咱人爱做一个感恩的心，哈、哦！这树啊，热天的时代会当底下享受，是早期咱阿公底下种的，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咱的感恩呐、啊，这不是偶然呐、啊，这是感谢天呢，感谢神呢。但宇宙中只有一个神，那是真理、真神不变、真实永远、永恒的，是不是安呢？但相信、相信，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绝对不会因为人的关系而改变。所以到今嘛，咱法理，咱不用感情，咱根本用感情，咱不用感情，咱那是解决台湾的问题，一定要回到回来，回到对。法理对不对？所以咱今天是高级班呢，高级班毕业了，你们的资格已经是取得赖先生的及咱的结业证书，就是正式的啊一级主管。所以告不要想买，必须对我讲，众将官都跟您讲众将官呐、啊。
多嘴的吼，对不对？你做官，你通做官未啦？问题是，到不了即马做官呢。报告长官，你要安怎讲？你看我的手，你看你的手，我直直我的手，哎，安尼歪歪，你看，会麻嘛？手麻。你爱做官，为今仔日开始，咱的心态一定爱完全的改革个改变。你知无？咱以前嘻嘻哈哈，即马毋是呢？咱以前会当看到国民党流氓政府做官，或笨官啊，什么官什么官拢会当批，哎呀，变容可以批评别人。但是今仔日，你即马做官呢？你要安怎？你要改无？你要努力无？也台湾民建会宗旨是啊，我们要为百姓什么设想？设想，嘿，设想是付出牺牲呢，嘿是公仆呢，不是坐地下翘卡哦哦，迄啥足些足些啥物？哦，早期咱了解，因是这种的心态。但是咱即马活着，咱来做的是，咱一定要改革了解，咱一定要用心。我今仔日是台湾民政府为了整个改变台湾的主管问题，改变咱的家家顺顺，面对未来为细汉开始读册到博士拢免钱。咱老人一个月偌济，你敢知？小姐，一千是啥物？无啦，咱以后，咱台湾民政府，你敢知影话者？你唔知吼？你唔知你来遮要创哪？哎，若是讲三万六，你会使未？一个月？无啦，我是讲你今日开始。哦，你主给消化。哦，说的是噶？哦，你放个下面路，听无？你学讲音呢？啊，听无吼，袂歹，啊，听无知影吼。你以后吼三，你以后一个月三万几呢？咱以后咱会当招招去安怎？去出国吼？你带团好唔好？唔通危险，你危险。老人年金一个月三万，咱半当处理一摆，哪里不好？所以阿妹主讲那么好啊，对不对？阿妹主。哦，那么好，咱的社会哈，啊，安尼来是不是咱台湾老人非常幸福？哈、啊，少年人难免考虑伊有厝无厝。满十八岁，咱台湾民政府和少年人有一间安怎一间厝？啊，年轻的高不高兴？你有一间房子呢？看起来像十八岁啊。你怎么保养的？所以呢，我们台湾人完全改变，甚至咱变我们各州，我即马广州吼，我都有计划。你看，我梦想也梦想一个很完美，高高频，你敢知？高雄高频，有知啊？无迄个高频息啊？哦，高频息的不是高频啊，高频息，无怪大家拢无反应。哦，我即马的计划呢，八处也地下水库，地下水库你敢知？南面做拦水库，迄种会破坏什么生态环境？我地下水库有例子呢，屏东啊，叫有一个屏东牧师嘛，来伊遐毋是日本做，到即马毋是足水的。来底水足清的，对不对？来伊遐哦，足清的呢。我八道水库，我放地下做个足管的。来底人也阁会当入去，会当保养，风台梯免惊遐，出口就是较悬。迄边个整理个水沟较深，了较是比迄个法国的塞纳河同款。那是风台也是安怎？水吼，阮顶管上顶管做拦沙坝。迄个石头啊，是安那，还有拦沙坝，几啊顶的拦沙坝，伊要处理是处理顶管的，遮个水就较无冲力，较平，是讲抹出来边啊，还佫有深的水沟，直接冲到海内底。吼、哦，咱内底咱水的问题，咱免钱。吼、哦，迄个秘书长有滴讲，咱未来水免钱，
对不对？咱电呢？哦，电太阳能，咱即马来绿化嘛。咱爱家己计划呀，是不是安尼？哦，来计划。所以咱八大水库，地下水库，我们八大农业特区，你知道不？咱袂当讲你是十家地、两家地、三家，拢家己同款种迄个啥山呀？对不对？干么量无得控制，品质也无得控制，成本也悬，免那拼，免。好，一大特区山呀，第二大特区凤来，第三大特区金蕉，啊，咱分开嘛。你看迄个啥蛇啊、燕藻，一粒百五块有食过个像。偌甜你敢知？遮尼大粒，食着水啊！哦，足甜个呢，百五块。然后啊，培养去种一级的品，而且农产品，咱直接要销到销给咱的母国，咱的母国伫倒日本。日本爱食咱的金蕉，因即摆金蕉吼，伊食食感觉怪怪，无亲像以前遐尼好。因为即摆金蕉拢为迄个中国去的嘛，台湾金蕉偌好咧，尤其是山蕉啦，芳果带咸，对不对？啊，你食山蕉吼，甲蚕蕉无同款，蚕蕉大粒嘛，咱过来研究较好个，甲山蕉同款，食咧袂卡酸手软啦，吼。诶，感冒食迄落一般诶金蕉就歹，那山蕉无紧。即个爱有即种诶智慧甲人脉，所以八大特区训练了、规划了，咱生产诶物件拢是高品诶。咱以后，咱诶收入是毋是较悬？所以阮高雄就有60几个少年人下乡田野调查，伊就翕相。这特区，阮起码这两摆，伊就在经历一经过迄个啥，迄个整个农产品，所以咱有个用心，免讲安怎，咱高雄港是毋是足水？咱高雄港那是讲南海公路，就是汽船迄种个，一当载两百三百，直接到垦丁啊，台东，速度偌紧呢，够足稳呢，对不对？就用南海平原沿岸呢，安尼去哩了，单行安尼去哩了，为平家坐专车入来，啊，陆海陆专门来共用，啊，间隔来经历，所以你平遐的当地人民的文化、客家文化、高山文化，哦、啊，高山做个排湾族，啊，排队弯弯族的，嘛袂歹，嘿哟嘿哟，啊，迄是阿美族的啦。哦，阿美族的，啊，要过来迄个啦，卢凯族的，对不对？啊，各种文化凸显出来，部落型的文化，创造当地部落文化，安尼游客入去，加多些所谓的民宿哈，阮的计划民宿是，唔是讲你有钱人会当去10间的民宿，唔是呢？阮只45户来讲，我得做45间的民宿，是安尼讲。阮的厝内底爱留一间最起码3、4星级的房间呢。好、哦，人来甲你带做伙，带一暝。你要暗时啊，咱部落来欢乐、跳舞、文化、气息拢配合，迄叫民宿呢。民宿的人都去到这去20间，10间迄是旅馆呢。哦、所以民宿是家家都开放一间房子，让外来的旅客跟咱住做伙啊，了解进入我们文化的气息、生活的领域，这个才是真正的民宿的气息。所以咱爱这种的熟客，了安尼来，咱伊是毋是哦来行一转？咱即马足侪人有伫办嘛？哦，燕藻一天一游有没有？啊，去了解啊状况，但是伊设备种种的问题，应该足太高诶。吼、哦，捌去宜兰的夜场，宜兰人免行啦吼。捌去宜兰佚佗的人夜场，宜兰有水无？水啊！你看部落，你注意看，路边绝对无垃圾，你知无？阮部落是安尼，逐工有人桥倒摆，两个人顺，安尼顺。有本事伊就捡捡，咱的旅客有影足无迄个无品啊！哦，保特瓶啉落就安尼，掉
安尼的马上的哈，了那个的面啊出来青菜，拢等你外口。所以呢，部落内底的有一种的巡查，伊就打卖部落所有的，拢捡一种的垃圾，和部落内底愈来愈碎。但是依然啊，县的政府啊做个足水，好花啊树啊做个足水足完全。这个是有心有用心，但你要台湾民政府，那是用这种的计划，咱绝对是非常好，非常不错。咱会当大家吼，大家哎，咱有老人年轻，你看靠阿桑那边听个安尼，吼、哦、王叔叔呢，你有老人年轻，佫大家足水的，哦，佫素水，对不对？咱的免替咱的子孙啊授课。啊，里面欢乐，伊嘛有一间厝，对不对？所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安怎讲呢？所有大学生啊，就读大学，为人无钱了，学贷嘛吼，贷款有无？贷款了安怎呢？到今嘛，毕业了，逐个月都爱吼，交迄个银行，足可怜，足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咱执政迄天，这99%一笔勾销。来由台湾民政政府来完全的负责，安尼好不好？哦，所以严格来讲，咱是不是有滴向被谁许可，被谁需要什么？啊，咱替伊所设想，这就是付出，这不是做官，咱是做公仆。所以今日所有人毕业了，你们就是准啊一级主管。一级主管薪，迄个薪水偌好，你敢知？三倍呢？啊，唔知偌济个三倍啦。最起码得答应。我跟你讲，升到手下吧，偌好你敢知？所以你要用心，到今仔日开始，间隔性格改变拢爱做，哈、啊。所以必须对讲话，你看伊有知？咱爱咱的坐姿，咱安怎？顶回有参悟迄个啥？参观阮的迄个啥，迄个啊，来做点招的是看到因拢整齐，甲拢穿啥物咯，对不对？穿制服，坐拢是安尼。你走网路看麦，大家拢整齐甲安尼。头一次啊，点招的是必须都啊严格到啥物呢？阮4点钟拢无得去便所咧，就安尼，都听4点钟啊，大家拢安尼皮皮错，无得做官呢，对不对？美国要求就是安尼。但是经过过程，经过安尼，大家拢习惯了。大家讲，嗯，这是理所当然。咱是做官，咱走路早起走路是会当安尼走路，即马袂使啊。来小看哦，小看有一个啊，有一个典范，互看讲，嗯，有影是即做官人应该有迄个哦风范，是毋是安尼？早起爱食槟榔，即马都唔会使。要食的时候，目睭安怎？有人看无？无安尼。啊，都爱马上的改变，整个人来改变，是不是？为什么改变？唔知个唱？为什么改变？阿弟你好，为什么改变？因为咱做官嘛，对不对？咱做公仆，所以要有完整的形象。好、哦，所以我本来要讲迄个啥，迄个整个历史的过程啊、哦。但是我认为讲吼，有很多状况，咱即马老江苏拢有滴讲，拢有滴讲。当然，我进前我来先讲一个吼、哦。当初迄个李登辉提示咱的秘书长吼，将、哦、这战争法会当加入为台湾地位的研究。黑当时开始去研究，但是一发觉，既然发现过去国际地位，好、哦，国际地位源头源头哦，好、哦，你要注意了哦，源头是下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竟然翻译错误，把这个英文的原文好、哦、完全不一样，伊就感觉非常的啊惊奇啊，讲、哦、台湾怎么会变成为？台湾关系法竟然是美国国内法哦，也看到了这个就很惊讶，是安怎？史上在秘书长感觉到哇，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很震撼的事情
伊讲本土台湾的 people of Taiwan， 皆被美国政府操弄了68年，这边64年、68年，悲惨的命运，啊，简直不如当年的黑奴。黑奴是美国以前都有黑奴、欧郎嘛，哈，黑奴当年的黑奴，他向这个白人争取社会的地位，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所以心里想想，唯一能够厘清以解决台湾本土台湾应有的人权保障，只能依照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的例子，控告美国来保障本土台湾人权。所以 People of Taiwan 不能再容忍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就是已经把我们糊弄太久了，糊弄太久。所以从这里我们必须知道，今天美国在台湾的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他继续不能让他再继续糊弄我们本土台湾人。好，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有会在说啦，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很多人怀疑哪有可能的事情，本土台湾人怎样会当在美国遐，在美国遐控告美国政府，敢有可能？全世界有人控告美国政府吗？恁有吗？民进党有吗？国民党有吗？流亡政府有吗？所以咱怀疑嘛，为什么哪有可能？足济人拢会种熟客，哪有可能在美国当地控告美国政府？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本土台湾人在美国最高等法院打过官司的。这官司不是乱讲的呢。这官司里面，在2006年的10月20号开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联邦地方巡回法院提出告诉，都已经受理本案，而且啊，这点重点的讲，而且也列入啊编号 number 06-1825，唔当去签漏透哦。哦，1825，咱台湾人熟悉是安尼啊，1825 RMC， 但仍然有人哈，迄当阵啊，安尼讲起来嘛是同款，伫骂迄个咱的秘书长，吼，那电台你讲马公一骗子啦，秘书长他的案子吼，可能骂红骂个130几条，你敢知？啊，骗子，安怎，到今嘛，到我们建国，几啊当啊？你讲骗子无见我人伫遮啊，你著找本人就好啊嘛。结果有人敢来找伊无？无啊，唔敢。你嘴你讲，哈，迄骗子啦，迄吸金啊！你敢有吸？你个来到遮两三天，有感觉咱遮是吸金吗？啊？别人半当就会当吸金3-4千万，咱遮有吗？咱无嘛，对不对？所以呢，干嘛讲？你若是讲你讲骗子，那我法院列入的编号在这里，你可以去查嘛，对不对？你可以去查嘛。这袂当我别讲，也袂当我别的嘛。所以呢，美国应该负起最后的责任，是不是呢？这代志是为伊变下确认美国对台湾战后的管辖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天皇投降的一刚开始，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因为台湾是大日本帝国投降以前的合法领土，啊，这个之前的合法领土。总之，中华民国体制在日本台湾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代理旧金山和这个和平条约中的代理国，主要的占领国是谁？美国嘛。而主要的占领国是美国。不论从日本台湾国际地位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本土台湾人权的观点来看，美国应该要负起这个最后的责任嘛，是不是这样的？美国本身就是应该要负起这个最后的责任。所以呢，引述美国的国务院哈，当时在1958年啊12月22号，他公布了第33次到第100005号文至10009号文以10017号文哈，这国务院进一步指出啊，他说什么呢？啊，他说到《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其后的其他协议都没有。好，记得啊，都没有将台湾主权移转给中国的主张，都没有。
这谁说的呢？文也在这里啊，引述美国国务院说的、啊，是不是呢？这是不是建股？南北当我被供啊，对不对？我们是根据这，所以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认为，台湾的主权没有移转给中国，啊，根本没有，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至少目前为止仍然仍非如此。所以呢，法院据此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一部分，而且台湾并非一个国家。台湾敢是一个国家？台湾有台湾总统无？有的人举手，要巧呢。台湾有什么的总统？流亡政府的总统嘛，对不对？台湾根本无经过选举嘛，台湾无总统，台湾不是国家嘛，所以爱了解这点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很清楚，你看这什么人？哦，臭头呢？我看我喜欢，那文雅呢？有皮呢？啊、哦。其实伊今仔日来到家，有一个依他有依据，不是欧北来啊、哦，他有一个依据在，他依据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只是蒋介石接受1945年9月2号接受这个二号是什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根据这一个，根据这一个，他是。来这里代理主要占领台湾，以国际法无法拥有台湾啊、哦！依照国际法，他无法拥有台湾啊、哦！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领土，没有台湾的主权，何来的是国家呢？对不对？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管理过、管辖过台湾，所以在法理上，中国与台湾没有牵涉。祖国都台湾，人人康乾爱。知影个唱，我拄啊讲个，啊，知影吼？日本个消费者，都是我考虑喏，我考虑安内。中国就是祖国到台湾，好、啊，跟台湾完全没有关系，人人扛起来，扛起来喽！你要大声说扛起来，扛起来喽！人人扛起来。哦，大声一起起来！人人康乾来，说得上。阿罗阿尼基说得上。祖国都台湾人人康乾来的上，错完全不关系啦。啊、哦，有关系都是有问题嘛，对不对？啊、哦，都人人康乾来，所以一来到家，主要依据都是爱。啊、哦，一刚时那个轰炸台湾。轰炸台湾是什么人轰炸？美国？哦，不是日本吗？日本的家枪？巧啊，鼓励一下，对不对？有人讲日本的，我讲日本大车都提家己家，把古人安尼，嘣安尼，讲一种工人，对不对？安尼嘛是听无呢，啊，你还听无呢？听无准都好，必须就讲免插鼻。是不是啊？呢，时间到，伊就知啊，吼、哦。时间到，说，哎呀，早知道，拍谁？早知道，你都明白了，吼、哦。所以，因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台湾这个领土主权暂时属于美国怎么样掌握？所以，国民主权则是由台湾人民拥有，这是毋庸置疑的嘛，吼、哦，毋庸置疑的。我们看见，问题是。那问题是安怎？问题就是当初台湾人民未记哩向美国要求，要求什么？厘清自己的身份，哈、哦！我是对，不过台湾人的，天皇黑干的庶民的，打日本帝国的臣民，有人在敲我，不能再敲了。对不对？爱了解，爱明白，所以因此呢，无法啊，因此呢，无法发展正常的关系，当时也无法参加各种国际的组织，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参加国际的组织？没有嘛。所以台湾的地位都得天独厚啊，这个位居亚洲与美洲的中心，特别是军事占领非争之地。中国看到讲老吹牛，美国看到嘛老吹牛，所以两个想要抢啊，
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得着这个拥有台湾，所以台湾地位是不是很好？但是很多台湾都戆戆在那里，没关系，什么人来管都没关系，所以说我爸爸那也是一样，那也可以啦，那都是啦，爸爸敢有可能是别人可以？不可以嘛，对不对？爸爸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嘛，是不是这样？好，无要紧啦，荷兰管也好，啥物管也好，大家拢这种诶，这种教育有影，足凄惨、足可怜、足悲哀，吼、哦。所以，但是到后来，让我们了解，战后有48个国家签署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把中国企图拥有台湾的主权这个美梦完全的打破。完全打破了，全世界民主国家当然不乐见中国这个共产专制的国家哈，专制延伸到太平洋，啊，所以肯定我们很肯定看见，而且高兴的看见台湾在美国的管辖继续发展民主自由的社会。你看看秘书长东尼，他宣誓依照战争法来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占领台湾的决心，今仔日无秘书长一人，咱今仔无可能坐伫遮。但是秘书长嘛经过过程啊，伊嘛伫中国去足接近的学校呢，对不对？迄当阵心内敢若钱尔嘛，趁钱外高趁，你敢知？但是神选择伊。爱经过过程很乖，你要倒出来，倒到海基啊，不知道要安怎，你要坐到班什么？啊，什么迄、那个卸架迄种的？啊，砧？啊，砧板？安尼比搏比搏比搏，暗时啊，到金门海基啊，好伊讲会到家就好，必须都唔是啦，这些个海呢，伊讲无多到家就好安尼啦，好伊就安尼比比刷，落去搏好个才到家。好好搞才搞起啊！你知无？伊就窜起来，但是迄、那个把那迄、那个塞车的人就走出去。伊刚才听着暗声安尼看，暗面懵，一个差不多一两个安尼电话安尼尔。我头看，我靠，差嘛遐尼远，会人会惊吓未？人会避避窜未？哎呀，听着迄、那个机械的车嘣嘣嘣，愈来愈无声，愈来细声，伊愈紧张。一紧张的时呢，但是有一个手机啊，都要闪烁，都要伫对着。哎，我手机啊，马上靠好引导的人，了联络咱国防、海防，好联络。了经过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伫注意咧，好加载呢。你看安尼行，软软的，愈行愈软呢。了脚会酸呢，酸到尾啊，佫找着安尼行行行行，佮有一个物件插落，一惊一跳。迄插落，金门遐拢有藏甚物？防什么？一支无防潜艇来登陆迄种的无吼，啊就插着。但是迄坑伫海底久啊吼，拢会新鲜嘛，拢插一支尖尖嘛。啊，伊就想开嘞，安尼开嘞，哇，插者艰苦。伊就摕迄个啥，伊个手帕垫底就吹嘞，讲啊，好舒服。你看，小看伊咪感觉讲舒服，但是迄当阵人到尽头的时候。无奈无助的时，伊就向什么天顶的神发声嘛？吼、哦，人是安尼哦，人无助无奈的时，伊就向天顶的神讲 ：“Oh my God！” 伊讲，那是会当脱离这种的苦海，我绝对哎安怎将我家己本人奉献给台湾。迄种的心愿，天有听到。那人会当袂记，但是天有听到，听到了，该是有一个光芒，一个光芒。了，伊内底有一个训练，该是一个许愿。到尾下无啊，佮着听到有人讲：“哎、欸，你的人在哪里？”我安尼上课的时候，我就亲像看迄个摩西同款。啊、哦，摩西吼，伊个过程拢同款，伊嘛经过啊埃及王的训练，伊嘛是用迄个河流啊。啊！安尼流一出去，到尾啊，啊，因经过环境，一个手为了救因家己兄弟，哦，从迄个是埃及的迄个兵啊，安尼拍死啊，就开始
开始得得啊，离开在旷野啊，神属要伊来拯救啊以色列人，所以在他显现出来，摩西你要去啊，请求啊，咱的迄个啥秘书长徛伫遐，哦，无望无助的比比错啊，讲 Oh my God， 也是来滴就产生一种取许，恭喜那是会当脱离这个困海啊，我的会当得救了。我会当为台湾奉献，所以这种的基督，这种的祈求，哦，到今嘛，伊就伫遐，所以看到必须得有坚持，有影互我感觉非常感动。今仔日伊来到车，都互人批批评讲诈骗集团，白贼的啦，讲安怎侮辱呢？哦，到尾啊，全部讲因操伊操中国人呢？看到夫有没有看到夫人？有像中国人吼，有无？你看秘书长哦，迄是纷争呢，陪安尼寄起来都唔是啊呢。伊讲坐迄个什么汽油桶走滴啦，走德国啦，咁唔可能。汽油桶接德国要安怎行？啊，无两工三工就翕死啊，对不对？哦，人家是纷争，所以乌白讲嘛，有问题无要紧，伊人伫遮嘛，你就来甲伊讲就好啊嘛，对不对？所以经过这种的过程，我感觉伊的坚持，予咱有今仔日。你看暗时啊，阮是带差不多一两当带做伙，上课了，我忝哩，敢知？啊，先哭三分钟安尼了，了，就为了啥？上床的是啊，姐弟遐要倒嘞三秒钟呢，三秒钟安那，足优秀的。咱潘议长会在西亚迄无吼？潘议长，哦，伊是差不多底下洗来洗去，但是伊足大声，我是夹伫中安尼，哦，安尼过程。所以经过这过程，咱拢是辛苦打拼，靠今日今日结果，咱爱有感恩。我们为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恁的手够牙关。啊，武力上好啦，向你隔壁安尼啦。所以哪讲，向你隔壁的人说，武力上好。来，各家官，咱努力为台湾民政府打拼。也向你边的人，你家己打拼，你有法度。哦，对啊，互相打拼，不是一个人会当做啦，对不对？一个人会完成的家手，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就咱需要你，需要我，我不能没有你，是不是呢？你个向你边个，我不能没有你。啊，哎，为人讲拍摄，怎么可以给你？哎，为着台湾民政府，我嘛好你无紧啦，对不对？大概这种时刻啊，为着咱的家孙嘛，来。一个人在这里，你要来用，给你用啊！若是会当用到成功，我嘛甘愿，对不对？爱有这种的时刻，我一个人算啥？但是甲做就无同款了呢，是不是？一个花团无得一百个呢，烧起来，火车头就会叮当啊，是不是呢？一咻咻咻咻，迄个热头就出来呀！这里是安怎？这人一粒安尼就无算啥。甲做伙的时候，吼、哦，迄炮啊，都强起来啊呢！咱今仔日都爱培养一种气息。啊，我们到六七月，咱都万人的大聚会，万人大聚会要靠什么人？啊，不是靠你哥哥啊！哦，做家婆，看到人，不是人准就好。看到人，伊是本土台人，用来，这就是你的机会。电话播出嘛，有一个哈什么来，唔知来什么？但是咱这边讲的来，就是确实的来。来安怎？你来到这，你就知影，互你了解你是本土台湾人。你会当因为你来到这，解决整个问题，互咱的子子孙孙过得非常的好。有一天，咱的子孙讲：“阿公好佳哉，你有参加？”好，无其他事，我唔知就安怎。哦，伊讲感谢，对不对？咱爱有这种心情，咱爱这种了解，咱无这种看法，咱永远拢悲哀啦，是不是安尼？所以，今必须就所做嘅代志，
伊即马坚持，大家拢无离开，你看，哦，是不是安尼？啊，夫人过来到家就足足可怜啊，红关伫内底，啊，唔通处理，唔通处理，人岁岁想要处理，少年人过到家边唔通处理，你嘛只干唔得发笑，啊，气笑对不对？但是夫人嘛足认真呢，你看咱即马饭店，那个咱内底是嘛愈来愈水，是不是？啥物人设计的？敢知？夫人设计。夫人就底下安尼，啊，要吃啊，要安那吃，哦，唔通生气啦。哦，要安那吃，要安那做，恁较好，伊就用心。这就是讲安怎，圣经有滴讲早起啊，哦，亚当这里也是啊，神讲你管理所有地上一切的生物，但是神伫边仔看，哎呀，这查甫人孤独不行呐、啊。这男人孤独不行，因此呢，佮创造了一个夏娃。有听到这故事的牙唱，哦，有，哎呦，这样子人哦，哦，然后告诉就讲，叫亚当你睡了，从亚当的肋骨取了一根肋骨。我很好奇呢，当年我爸爸妈妈插进你，安尼好就接起的时，我准迄条叫骨，阮家己，阮家己兄弟家己做，但是阮的爹啊。经历的时候，我就讲，哎，圣经讲的查甫人骨头安尼，我有算呢。妈妈跟爸爸的骨头算起来，有影，我欠一支呢。安尼，我就知影讲，哦，有影是实的哦。到尾啊，哦，还有就夏娃困了起来，哎，完了，变成非常水的啊，夏娃。等查甫夹起来的时候，起来啊，哦，遐尼水啊，因为早起吼。神说看到那个象大象不是他心中的爱人嘛，对不对？但是看到以后笑话的时候，哇，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哦，因为神改讲嘛，这个男人需要一位帮助者，对不对？需要一位帮助者。所以呢，今天你忽然到家来过后一了，我感觉说夫人扮演了一个帮助者，所以因此步伐间隔改革的愈来愈水。所以翁仔某的代志，翁甲某代志，你们要去完全的思考。太太也不要太强势，先生也不要太强势，太太扮演一个帮助者，这个家庭才会幸福美满，是不是安尼？咱台湾民政府啊，来残部去评价一点嘛了解，台湾民政府彼此在爱里一同被建造。你爱台湾民政府，我爱台湾民政府，我们就建造成一个大的台湾民政府的巨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在爱里彼此扶持。你必须是因为爱台湾民政府，也爱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必须彼此扶持，不能有私心。不能在那一表小鼻子小眼睛，但是台湾人就是安尼呢，成立了吼就开始吼，哎，某某人安怎呢？哎，迄人未使呢，迄人吼会安怎会安怎？你看消极面拢来啊，是不是安尼？咱爱有智慧，消极的咱得戴耳机啦，免去听消极的，因为咱的路还够足远的，来努力打拼为了台湾。所以你消极听得越多，你的脚愈来愈无力，你无法多走这条路。所以你一定要调整自己，一直往积极的这一面，我们必须去看见。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再去看一下哈，因为有很多的宪法跟这些大家都提到了，我想直接帮我弄到34好不好？啊，我们知道哈，从这里我们今天都是一级主管，那我们一级主管的，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怎么去看，我们怎么去了解？好，这里好了，这里好了，对不起，我再去看一下，回头上去看一下。哎，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干嘛讲？但我们必须从经过哈，咱都要讲哎。经过我们启动的法律，经过这个法理之后，我们重新哦，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以后呢，你看看哦，我们
的儿孙不再有眼泪。那是讲这有影是真呢？咱安尼努力拍拼有价值无？因为咱看到咱的子孙只干滴啊好，阿公，我不多要，妈，我没有奶粉，你相信有足济人是安尼吗？迄是你咱看不的所在呢？二 K 当饲囡仔吗？二 K 当租一间厝吗？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我们的食物都涨价嘛，是不是安尼？所以从此我们的儿孙不再有眼泪，早起无唔忙，都阿妈，我未来要安怎？哦，眼泪掉下来，很无助无奈，哦，整天都在懊，但是好，一定要的好，哦，没有盼望，咱看到这，咱就足无助，哦，无奈。咱的子孙，你好好用心去看看嘛，无助无奈，哦，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的小孩子很多的光景东西安尼，你无用心去看，你用心去看嘛。你用心去看嘛，你就知影。当时一旦让我过到上好，咱经过努力，亲像咱即马来，咱家孙开始笑啊，哦，开始笑了。许愿，为什么？好佳哉，阮阿公、阮阿妈都有去呢。哦，听为什么？遐是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呢？听讲袂歹呢，咱以后读册免钱呢，伊嘛知呢，伊马上就笑眯眯啊。哦，笑眯眯，纯粹细汉嘛是同款，疲劳了，因爸爸鞋啊足臭，伊嘛底下倒哩困啊，遐尼好，无烦恼啦，是不是安尼？咱台湾人哩健健顺顺安尼过，是不是过个足好诶？是不是安尼？咱鼓励一下。所以你大家有价值无？有价值，大声讲有价值。有人唔讲，你看。大声阁讲一摆，好唔好？来，啊，有影，来鼓励一下，有解答。所以咱的囝讲，不要让别人告诉，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你们今天办得到吗？来到家，会完成你的任务未？会。会未？会。恁囝讲的吼。爸，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你有梦想，你要好好保护他，啊，幸福就会向你 say hello 敲门呐。今嘛幸福都用向你们 hi say hello 哈。所以我们知道，但是这个时刻你要冷静，这时刻你要冷静，因为你现在还是在继续爬，啊，我往时常讲，攻顶是非常啊。啊，非常辛苦的，对不对？爬山吼，上顶关遐，咱即马就是安尼呢。好佳哉，基础拢人贴到遮来，你是干哪到顶关要接机啊？你安尼，啊，需要恁呢，啊，对不对？我伫高雄时常讲，机啊，你蒙掉安尼，甚至你叫起来安尼，你知无？但是问题伫倒，哇，要落来佫惨啊！是不是？你仍然在这顶山高最高的山在爬，你只要不断的爬，不断的升，可能你会伤痕累累啊，哦！你知道另一端有更美的事啊，哦，在这里等待我们去探索。这一端更美的事，我们就在六七个月中，我们就知道执政 ，Hello， 就向你招手，一转身一变，哦，我是一个一级主管。哇，阿美主说那么好，是不是安尼？这个阿妈讲那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那另一端，你还要经过你的努力，你要经过你的努力。今天我们看见了，你都要讲哎，啊，这是什么？中华民国身份证，啊，那你其实后面这边哈，有一个啊，有人知无？你知道吗？你后面这边有一个号码，那叫黑奴，你知道吗？欧巴，哦，你们都不知道，老欧啊！你看那个我们的副院长在那边，在那边隔壁老欧啊，给他看，光身份证后边黑河边哈啊，我们知道了，那个啊，这个特管局那个是密码，我们知道，那个你是黑奴呢，你知道不？你是红冠的啦，伊后边看着你就知道。你的学什么？
这边家。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拥有台湾身份证，台湾身份就是这样，台湾身份证后面合法是 USMG， 后面有写嘛，你看这是不是 USMG， 是不是？所以呢在美国国内国内哦，用这个当可以购买机票。咱都要装牧师无吼，都要人绿绿啊，帅哥帅哥嘿啊，伊伫美国用几啊摆啊，啊，他用这个东西去买什么那个买机票，你看哪里不好？哪么好？你日本呢换钱啊，咱无用身份证，提回来提身份证，我得调岗诶买身份证，那但提 ID OK， 是不是安尼？安尼好，还有信心无？够好，够嘞，够嘞，这里有信心哈。所以呢，不要含泪，痴痴的等待，等待什么奇迹呀、啊？骗人的啦，爱努力啦。哦，我们必须要解决目前台湾的环境困境，需要怎么样？唯有申办台湾人的身份证。安尼呢？起码无其他要求，起码就是为了要，为了要，还要满足，达到。美国的要求，安尼简单尔，现在是政令不打而已啦。啊，美国安那讲，咱安那做尔啦。咱无法度他创造制造品牌啦，因为我们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必须遵照他的意识，占领者的意识为什么意识？所以我们不需要给搞，我们听话照做。我给那些听话照做，一步一步来，咱就一旦完成 ，OK 了。哦，都是 OK 的哈，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这里，今天在慢慢的在告诉你们，就是说管理这方面，因为你是怎么，你是一级主管，这里我必须告诉一个人的性格，人是何等的宝贝，你刚才，没有人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是最可怕也是人，明白？好人坏人都，对不对？因为它里头不一样，行，宇宙中是不是只有一个神？大家都认同，对不对？有没有两个神？星球跟地球跟为什么一直有人管？要盖显有人管理嘛？为什么我强迫？宇宙中绝对有一个主宰嘛？是不是？但是我都要讲的啊，神因为爱人的创造，照他的样子去造人，但是这边叫我讲的重点在这。造人了以后，造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看见哈，神哈创造，说有气有光就有光，说有山就有山，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要做人的时候，伊讲安怎？哇，甚好，神是安尼讲的。所以呢，一级评价哈，你要来了解人哈，要做人的时候，人第一点做人的时候，内底有啥物？有灵无？有人讲无啦，那有灵，对不对？有灵嘛，是不是？这就是叫雄亲来的灵，就是我们的良心嘛，对不对？我们的良心，然后在末了呢，它就里面有魂，好，对不对？再来呢，有什么？有体，对不对？有体，好，身体它是一个什么躯壳躯体？咱若是讲无灵魂，我这个身体会不会怎样？没有生命嘛，对不对？但是这边我们必须了解哈，这个体需要有魂，那这个魂呢，它是心思、情感、意念。我这手安尼，我来底想着啊，我顶管这想，我这手就安怎？压平，一颗心思对，好。我看到美女，我内底就安怎会介意？哦，目睭就安怎，搁加看淡薄，这是情欲支配我身体的行动，对不对？这里说心思意念是魂来支配这个体，然后灵呢，灵是跟神也沟通了。神讲迄袂当做，好，迄是唔对的。咱内底讲，哎呀。咱做的事吼，咱无听内底话神的话时，咱做迄歹代志会安怎？马上安怎？不碰不碰不碰，对不对？咱若是无顺啦，你迄暝就困袂去啊。这个是良心嘛，
良心神的自责，你良心不能做那件事情。但是现在所有的台湾很多人那灵都麻痹了，没神的光，所以做成很好说白贼，对不对？说白贼的面色不红，因为他麻痹了，灵死了，麻痹了，白贼偷拿别人的东西，没感觉。所以现在整个台湾所有人，你跟他说我无感了，看到高山族我把你当人看啊，我还教育你呢。看到七七七要台当的时候，总统嘛，总统很久你上任 当选总统以后，我从来就不容易看到你。亚纳说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我刚才我没用高山族的那个调调，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那个逻辑，那个思维，那完全无感，是因为他的灵已经麻木了，没有 sense， 对人民没有感觉。我们必须要更清楚，当作一级主管必须有敏锐，对人民满了感觉。大山顶山脚的百姓有什么需求，咱马上要去解决，对不对？咱是公仆，咱做官不是行路，一定要安怎有声，对不对？咱公仆就是要谦虚。咱公仆就是要努力牺牲，为了百姓设想，这就是政府的宗旨。咱必须要有这种看法，无咧你加做主管的人无价值。咱做主管一定要改革，思考整个拢爱改变，无变咱做官啦。虽然咱无经验，无要紧，免惊。咱最起码咱有消费经验，对不对？最起码咱食饭食比人较济，对不对？咱走路比人较济，对不对？一点无人会当赢咱嘛。咱有法度甲咱带人就好啊。啊，这人会当摆伫倒，这人会当藏伫倒。哦，少年人藏我边啊，我电脑袂用。哎，我甲你讲，你要我要安怎做？用电脑，我马上做。咱动手动脑就好啊嘛，是不是呢？咱爱做一个会运用、会借力使力而不费力的人，咱爱用智慧。对不对？今天咱一级主管，咱就爱训练咱家己。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咱整个爱改革，完全了解，来深入了解。今天咱无安尼处理，咱以后非常可怜，非常悲哀。所以咱爱知影，这以外，吼，咱即马咱来看一个，哦，免了管理，哦。管理基本的这个职能，它是有计划性、有组织啊，有领导、有控制。当然的时间不够，咱不需要讲到遐尼济哈。最主要的是今仔日，咱的目标、政策的构成，这点咱爱了解。咱今仔日对建户长期啊施政管理一般的形成有几种层面，有几种层级跟政策。第一个使命。台湾民政府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对台湾在国际地位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台湾在国际地位，再一次来。好，我们的愿景呢？我们的愿景是发立台湾主权地位。上次不是秘书长台上有讲吗？政治台湾啊，自治，那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说的。法理台湾就是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所以我们的愿景让台湾再从法理台湾来恢复完全的主权地位。那目标呢？将流亡政权驱除台湾，这是咱的目标，对不对？咱是不是要用心努力？咱够四千个人都马上执政嘛？还有剩一千个人，咱努力来打拼，一个人带三个，对不对？马上就到了嘛。现在我就回去，一个人带三个举手。哎呀，有农业哦，吼，这样。啊，其他的呢是五个以上吗？无举手是五个以上，啊，鼓励一下。啊，为着什么？为着咱子孙来打拼淡薄啦，对不对？这是咱敢那招一个人，好同款来认捌台湾民政府，敢那招人咧加薄嘛？拄着哎，你是人哦？我不是啦。
是人咱就爱讲，毋是人咱困边啊，对不对？咱用心努力拍拼，本土台湾人都是有机会。吼、哦，然后目标政策是什么？为台湾百姓设想。哦，政策。那我们的策战略呢？这是我们的目标，美国要求我们要训练四千个人，这是条件。要做生意的业主，我跟你做生意是不是要有一个条件？你有法度吗？你有条件吗？我们是筹码嘛。美国要求说你要训练四千个四千个人，我们这做不到。你看我痛苦，三四点要三当三当我的呢，咱个做话者，但那有影足足悲哀的，对不对？但是哄骗就马上足气的足济啊！你个胡冒者，敢是正讲的代志？某一个几啊万人，哎，那是讲你会当得到什么？大家拢听几啊十万人，一讲咱就明仔载就执政啦，对不对？头脑拢是屎啊！空苦力，阿他妈空苦力，就是悲哀。所以，咱爱用心，咱爱努力。其他不用心、不努力完成这个战略地位，咱永远是非常疲的。所以呢，我们管理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有更有效的来展开我们的活动，对不对？但所以马上开始郡守起来，要开展各地区直接。向人民接触，马上扩大，迎接六七月份我们办万人的这个大型活动，欢迎美国驻哈进驻台这个台湾美军，这是咱的目标啊。但是爱靠人啊，是不是？无人要哪做，这么好的物件，你无打拼，什么人要来做？你讲对不对？一个好的福音啊，会当救人诶，咱无去做加倍人。阿人讲，有一天哦，拢嘛是你，哦，你得到好处无甲我讲。有一天我甲你讲，你楼顶的人会找你，你楼下的人会找你。好，你这招商也是无你呢，明明知影遐尼好嘅物件无甲我讲，安尼啊，歹势，你爱用心去讲，大家恁去讲方面啊无要紧。免讲有一天哦，你无甲我讲，歹势，某年某月某日，我有甲你讲，对不对？报纸嘛有告领导。啊、你看《自由时报》，而你无看《自由时报》，最起码《联合报》嘛有靠领导，啊，你无看《联合报》嘛，最起码《中国时报》嘛可以领导，对不对？所以咱为什么爱登报纸？原因伫倒，爱所有的人台湾人拢知影我有伫讲，到时你讲我不你无甲我讲，电视无看，对不对？咱网络是毋是足济？网络足济，咱报纸嘛足济，对不对？咱有的人同心嘛，只干滴放声放声啊，对对，放上啊，一个安尼，我逐工拢有啥个啊？公交车滴啊，坐来坐去，你听无吗？你无听到吗？所以你以后咱执政的是讲，领导顶，你无甲我讲咧，我歹势，我逐工拢派人来遮叩门啦，对不对？我报纸会到领导啊啦，你讲无看，歹势，迄是你家己的选择，好，迄当阵你都后悔，伊后悔也来不及啦。哦、所以我们要努力来做加倍的人，来绝对一定要去扩展我们的这个红的，完成美国的要求，接受初级高级训练，一级主管，我们现在就是一级主管，对不对？你毕业时秘书长到上尾一天跟你说报告众将官，你都是众将官、啊、对不对、哦、以前有人说你是众将官吗？没嘛，现在开始民间户来电，跨掉另一起众将官，所以完成这个一起训练，更有效的快速使本土台湾人加入我们的行内，并什么无缝什么接轨，这是我们的目标，使我们执政为台湾百姓设想来造福，设想跟造福，提高施政的效力，提高施政的效，创造施政的效果，达到施政的效益。这是管理的游戏规则，但这块一定要有这种轮廓，但要有这种观念。吼、哦，我两个陈家公没有办法的了，我每天去打飞鼠啊，我不知道怎么执政啊。
啊，你会用主无会主拿下来，你会主吗？我会啊，主都就是主都显了，跟不显两个而已啊。但是一经过训练了，哎呀，我做村长也可以呢。早上起来报告村长，报告嘛，袂歹呢，对不对？嗯，伊嘛是官员呢，对不对？同款呢，钱嘛袂歹呢，是不是安尼？哪里不好？那么好，对不对？所以哦，袂歹啦，你参不加哦，袂后悔啦。感觉还阁怀疑个，手我看卖，有无？啊，你哈戏，你看我说，比如的哈，是安尼你晓我晓了啊。所以哦，咱只要咱来用心，就是看到一个目标，管理的意义就是安尼。好，我们必须也要激励技巧，就是讲这个主管们本身自己懂得该怎么样。好，激励，然后建立自己的察觉和应用，周遭的资源。我今嘛看到一，唔但为了爱信，咱爱为智慧来去调度跟使用，达到完成的效率，提升互相哈、相互依存啊，组织中的自信。你今嘛做起了，你话咱今嘛郡守成立了三个组，结果呢开始啊。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老大，我老小，安尼啦，都开始，这人就悲哀，你感觉？该搞这会了了的问题都来啊！好，我们要建立啊、这个需彼此需要，彼此存在，而且自信，然后要建立富有创造的策略，来正面的去思考一个模式，正面去思考，为了解决问题，来去思考，来啊，训练咱家己。了解，积极的去探索，并转移管理的恐惧与不安。那今嘛讲我无经验吗？对不对 ？Man， 努力去思考，放下柔软度，腰放下一下，啊，请笑脸的，啊，这边那走，对不对？笑脸马上会帮忙，咱呢帮他弄诶，唔当硬的啊呢，我是头的呢，对不对？到尾也讲，哎，唔知边那走，佫出来我是头的呢。结果呢，永远拢徛伫遐啦，放较软个啦，好较温柔淡薄啦。哦，帅哥，帮忙一下，伊即要甲我讲要安怎做，伊安尼做咱就 OK 啊。你看我个人主义，我嘛不一定向遐尼搞，我会向用人，用人来到遮，伊嘛是做个比我好。有好个是咱就鼓励者，哎，即某某人外高，你敢知？中下高哩，伊嘛送个，对不对？好，咱个人主义是不是安尼？对不对？来努力，咱唔通想过主输啦。我们不要小鼻子小眼睛，我们要看得眼，看得准，做得狠，对不对？安尼可以成功啦，无必要那成功。你有想条件成功，你讲，你不可能嘛？爱有这种话话哦。我们必须转移恐惧和不安，然后我们拒绝创造管理的空间。你安尼管理袂使，咱思考嘛，咱换一个角度嘛，这个人袂合，咱得调度嘛。啊，找这个人甲这个人差不多个性的哈，都哎对，唔通想过激动啦。哦，该做的嘛，安尼来是毋是较好？哈、啊，对不对？咱会向调度、调整空间，这一扎，咱就放下，较空间较舒服淡薄，咱家己去，然后面对困境的能力。伊那是讲面对人事问题啊，咱属。原因在哪里？来做一个扭转。咱若是讲这袂使，咱搁在去研究。你爱有这种智慧，你起码做官呢，无人来帮忙你呢。你家己爱靠你家己的智慧呢，来向下骹的人讲：来，你帮我做这個，可以任务。时间上三天，一定给我做一个报告。来，你那个舒克遐，来，安尼。但是你要做一个评估，你要那评估。你边有秘书啊？秘书，这代志你给我评估啊？还是讲你要有决策委员会啊？将这问题提来了，咱共同思考，开会决议了，就决定来照这个模式来执行，对不对？这个是咱的整个轮廓跟着成型，安尼会简单未？对不对？刚才一个人讲 A 呢，其他无，后边拢无吼。咱得照这种的模式去建立我们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我相信，咱未来有影，绝对是做会到吼，绝对是做会到。所以今仔日，咱来到这，咱来去思考
咱来去思考，咱今日开始，咱要用心啊，间隔改变咱的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报告到这，非常感谢，谢谢。各位同心，好，各休息10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